由本节目和优美客视频网站联合举办的变调主旋律搞笑擂台大奖赛第三季度的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根据网友投票和评委评选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季度共有五个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一名，优秀奖两名。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部分的获奖作品。三等奖，库哈斯的玩笑开大了。这首歌呢是根据中共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改编，这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曲调，中国人是耳熟能详。新添歌词以幽默的口吻讽刺央视大楼原来是荷兰设计师库哈斯的色情玩笑，揭示了这个第一喉舌媒体谎话连篇、肮脏淫乱的丑陋面目。唱的虽然不是很专业，但调侃的却恰到好处。库哈斯的玩笑这次开大了，官员和专家都被骗到，扒下了遮羞的大裤衩，央视那臀部在招摇。愚弄百姓的喉舌被中共长期保养，低俗淫乱肮脏是中共循环的娱乐场，他们奸民意，他们总说谎，涂脂抹粉把颂歌唱，三个代表原来是流氓，现在终于露出鸳鸯。二等奖，国家与后妈。这首歌呢是根据中共为其见证六十年而新推出的献礼歌曲《国家》改编而成，原歌曲故意混淆党与国、国与家的关系，给老百姓洗脑，又认为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成龙参与策划和演唱。而新添歌词呢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共产党这个外来幽灵对中国人民的摧残和践踏，讽刺了党逼迫人民称其为妈的荒唐与可恶。后妈在这里其实只是个借喻而已，并无恶意。我们在此呢向那些觉得受到伤害的朋友们表示歉意。另外我们还要对一位加拿大观众表示特别感谢，因为他特别就此歌来信又填了新的歌词，虽然来不及采用，但其对本节目的支持和关心令人感动。一语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只有一个妈，她想打就打，她要杀就杀，豺狼蛇蝎毒毒不过当妈妈，可毒乃没死，掏出豆腐渣，躲过俯卧撑，遇上七十马，当妈妈常发脾气，活下来算你运气，只要她稍不如意，拳打脚踢恶毒皮，当妈妈放荡无忌，婊子反把牌放你，赤子辈出出国门，不敌
听话的抓进去。一等奖，今天是国殇日。这首变调歌曲呢，改编自一首中共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这是中共每年在十一前后大力宣传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而新填歌词呢，也以中共建政为背景，以事实说明十月一号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日。而歌唱家对这首歌的出色演绎，更是把歌曲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有网友留言说呢，唱的真是太好了，填词也绝了，六十年邪恶全说尽，威力无比，快快发碟，让每一个人都听到。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